很多的臭宝老师问老花姨栀子花怎么养，恰巧呢有个花友栀子花也马上要嗝屁了，然后寄过来了，让我给他诊断一下。然后呢咱们今天啊边开箱边给大家叨叨一下这个花友养的这些个情况，还有一个他的日常养护是怎么养。先开箱吧。关于寄养再给大家说啊，养死了不赔啊，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呢，来回的快递费自己出啊，其他的就没有收费了哈，不要钱，像寄养啥的咱都不给大家伙要钱。这栀子花很棒啊，他说江苗了，江苗了就缺光了，为什么能看出来呢？他的叶子没有那么深，一看就是缺光。栀子花是非常喜欢光照的，大家一定要get这个点，像这种花在南方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他想着让咱们给他分盆吗？是怎么说？不分盆就直接养。然后给花友们也要get一个什么事呢，像这种不建议大家让它重生，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盆里边有好几颗呀，它相互之间是增强营养的，所以说臭宝们也要get这个点了哈。里边有好几颗，然后咱看一下它的用盆跟用土还有详细的情况。现在根系已经发育的很旺盛了，用的是老花医给大家参考配好的这个土，有的话说不能种栀子花，你看这个根系长得就很棒。江苗呢？江苗是这个到咱们手就给它养就行了，现在就是就正常养就好了，给足光照，施点肥料，别的没啥。花苞这个我如果说开不了就不用管它了，这个也没啥事。这花友的盆也有点磕碜，给它再换个盆吧。这个臭宝的江苗就是什么呢，光照不够它就长得慢。没有晒死的栀子花还有茉莉花，只有说是你给它旱死了这了那了的。栀子花对于南方的花友来说太好养了，像这个是一个大叶的栀子，牡丹栀子，小叶的那个栀子花你知道哈，他们都可以在那个安徽地区实现过冬，就零下五度左右的时候都没问题。这样子拆一包之后呢，下面有很多这种大的一个块状物的哈，咱们就可以稍微的给它垫到底下，垫到底下呢增强一下排水透气，拿点大块的就行，不用刻意的去拿，哎，就大概其这种感觉。然后呢薄薄的撒一层底土，给它下点底肥，这个臭宝也不舍得施肥，那肥料要给上的。栀子花有一个前提条件哈，一定要给足光照，你才能说是啊，再说咱们后边这个事，然后呢不缺水不缺肥，这个就 OK 了。然后呢栀子花光照给足了呢，它是吸水的，但是呢大家用到的花盆还是要维持一个排水透气。哎，你好多的花友他怎么着呢，他用那个大瓷盆还天天拼命的浇拼命的浇，那咋行啊，那肯定不行。其实我还看到这种我就想给他分了他，要不你跟那个花友说一下啊，分株，最好是少生优生的那种感觉，就一盆里边一颗，他自己养起来会更棒。然后这个宝啊，它确确实实也是按照我说的了，但是它就是养护的时候光照给的不够，它这个都不够运费，来回都不够来回运费，但是学到技术就是好事。铺点面，给它铺点面，这个时候呢搞点这个火山岩当铺面就可以了。大家也可以用河沙用石子铺面，就什么呢，省得它浇水的时候它到处跑，也是为了美观。再一个呢有一定程度上的可以预防一下小黑飞，火山岩透气好看美观，微量元素还有。一直给花友们说栀子花洗水洗水，好多的花友浇水它总是浇不透，你实在浇不透您就像我这样给它泡到花盆里边，泡到水盆里边，这么给它泡着，一直泡到它水全部喝透为止。你真的是缺水缺严重了，你可以泡一个小时，这个一点事都没有。尤其是在夏季很高温的时候，阳光暴晒的时候，真的是你泡水里面泡半天一点事都没有，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你给它泡几个小时一点事都没有。栀子花有一个名字嘛，叫水栀子，对吧？但是有一个点儿，没有光照这一切都是在扯。你看它为什么在南方适合生存，南方雨水多，对吧，北方就差那么点意思。好了，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叨叨一下施肥这个事儿。你像苗情这种状态啊，就是长得不是那么哇塞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用一些矾肥水，因为栀子花这种它也是非常非常喜欢矾肥水这种肥料的。矾肥水呢是一款酸性的一个肥料，而且是发酵腐熟的，它不爱烧花，大家可以看到它是这种酱褐色的。有的花友嫌它比较贵啊，浇了以后感觉浪费这了那了的，在该浇水的时候你可以先浇一遍透水，再去浇一些矾肥水。有的话说老花姨不是说到手之后不施肥吗，这个植物正在正常的生长，您看到了吗？而且它寄过来的时候
时间很短，它这个就是需要去打破一下现在的一个浆苗，而反水水呢就非常的适合。大概的浇一下之后呢，就给它给足光照，然后把这个黄掉的叶片，有的话说老花姨为什么我的叶片黄了，你先看是上面的黄还是下面的黄，对，下边的黄及时剪掉就行了。如果说是像上面这种浅浅的这种白白的发黄的，就是有点营养不良，也就是大家伙说的黄化病，就类似于人的贫血，反水水同样可以解决。好了，就给足光照，大大的太阳，大大的水就 OK 了，非常皮实和好养，给它放到三角梅一块，这光照给足，然后这个花友的金桔越长越壮了哈。好了，这个花友的花呢，希望它早日康复，我们后台小哥的这个草莓也马上就已经正常恢复了。觉得不错就点个赞啊，臭宝们。然后想要寄养的臭宝，还那句话啊，来个快递费自己出，其他一样不要钱。我是老花一，养花就在一，咱们下期再见，拜了。嗨，嘿嘿嘿嘿。